但是我的头被我自己的拖把刺得有点刺激，要看手套痕迹啊，头骨塞不进去。但是口袋都有弯好。他以为餐厅在下面吗？太小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在等而已啊，我就出来了。
我们就一直滑熟的好了。为什么？新的还要花时间那个，我想多练习。新的要花时间去认雪道，等于你要滑两三趟在那边认雪道没练到，那不如就直接练。对啊，好滑，比较难的，但是也没有比较难，差不多，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。而且最后这一段啊，大概那边缆车出来，这边就要直冲了，不然你冲不到站。在河流注意那边也不要刹车，因为这边其实是完全平的。我觉得我的姿势跟这个人有点像，对，就是不是要在看程度，我想练到差不多到那个人的吧，蛮自然吧，对啊，没有看到多少动作，是这样，声音坏掉，那是收的吧，僵了，哎，偷学别人的 pose。我现在已经因为这些雪道很熟又很那个，我已经敢那个了，身体往前顶，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有没有压鞋舌，不知道。我觉得老实说我鞋子好像还是穿很松，因为穿很紧脚会痛，然后就穿不敢穿太紧。你是好了，反正今天很熟了。这次富良也很失望，脚痛痛，滑得很丑。嗯，我有进步了。我没有。但是我右脚我踩得比较实。对啊，你右脚进步比较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在研究我的左右脚，我就觉得怎么我觉得我的右脚动作比较标准，左脚是用蛮力，但是不标准。所以到最后，这就要想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要滑到几点？你一直问。已经尿过了，再至少滑四次。很少哎。就滑啊滑。现在我刚滴过的时候是12:17。嗯，对啊，四次的话也才1:17。然后不管我们要吃汉堡排，或者是要吃没吃过的那一家，都没有时间问题，就吃。开车的问题而已。开车不是问题了，就是打死。不知道他哪里会没有路灯啊？我觉得没有路灯开车很可怕，然后又不是熟的路，我觉得更可怕。那就是慢慢开而已啊。啊，后面很死硬，那让他超，他超了我就跟好后面，就这样。有车也很好了，我就有一台车在前面。就是在你后面，你就是一副会紧张的样子。我不会紧张啊，我是说，我就不想加速这样，我不想加速，让他去加。应该说，完全天黑的时候，现在完全天黑的时候，我只有回旅馆的路敢开到60了，又觉得又宽又弯曲又很低，很稳的感觉。不过我觉得从这里连接到头妈母的路好像几乎都是高速，像高速但不是高速的路。不是啊，我们一路开来怎么会像高速不是高速？像高速不像啊，像啦，你最后下来的地方哦，只有那一小段，只有那一小段到南富良野就没了。南富良野在头妈母之间那个应该比较像道那种感觉，那一段的话就你要猜的话确实有可能就是没路灯。我要说的是那一段如果车不多的话反而比较安全。我说的安全是说没有很多的车去把下面压了又变结冰那种，然后依照这种雪况就是整条路都是松，就是路雪粉路，刹车力 OK 的路。碰得到吗？可以吧。你一直盯着他看了，我要戳他一下，来不及。
啊，珍惜今日的松松。还是我等一下就不练，反正之后搞不好被迫每天都要练，我不如现在就进去松雪里面回忆一下好了。可以哦，刚忘了给你两个手套放背后，没关系，很暖欸。而且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上午用一双，下午用一双？啊，觉得是我现在里面有四双欸，我可以分你一双。我不用，冷的是手臂啊，我都没有，我就只有手指而已。好冷哦，手指的部分。嗯，觉得这件衣服也比较不耐，是吗？绿色是臭臭，这件不耐寒。臭臭。绿色的不是我们去吃，应该吃火锅吗？吃完就身上很臭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在臭。里面有车吗？但是那是房子，还需要转。哦，好，真是个好说法。不会，那不是车，对，他正在跑。哦，所以你要滑左边吗？我都要滑老路。哦。而且我现在打算说啊，我不再练了，我现在去滑松雪好了。哦，你说最后头发舞没松雪？头发舞如果只有开下面的话，我多的是时间练。我听到别人的勾破声了，哔哔哔。我的有在录哦。有啊，今天稳定。那我就走右边，然后串这一段。这么小也要。再来向右走。你要不要也来啊 ？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右转，右转。很深呢、欸，高的地方。你在糟了，前面要掉下去了，好好笑、喔。前面的话其实右半部也是松雪。不好进去、欸，好像要第三个棒子进去，但是没有多少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这里可以。啊，你有要进去吗？哦，好松，好松。
舒服欸。啊？我进去了，我从上面下来，但是因为雪很深，所以直直下来就出来了，不用转弯。这里就没速度了。习惯一下，就是松松的感觉啦，就进去一下就跑出来。可以吗？对。这次是我的小腿，对啊，撞到，对啊，哎，哇，又好冷，都没有看到他们在滑的样子，谁们？就那个女生啊，哦，他们
今天走吗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对啊，没看到就是。欸，他们有棒棒。对。他们这次加棒棒了。我是小叮当棒比较好。我每次看我都看到现在时间，我看到右下角，那我结束时间是在哪里？在前面。左下角，这是黑色那一条，哎、欸，往前看就是哦，左下角有什么两点？好吧，还是什么？哦，那我再下去看左边一点看看。它是脚，就是后面那。哦，现在雪是往下降的，速度中等快，没有很飘。我手套怎么掉了？小叮当。对啊，小叮当模式，然后又很，这只又快出来了，这只手还回不去这个袋子里，可以帮我吐一下？对对对对，你自己来卡。很累，太小了吗？为什么当时回不去？我小心当一下有好一点，手还是很笨的。不在东莞那边的山，然后在玩那个走雪，就很高兴。嗯。要再去缆车下吗？后面那个缆车下，缆车站下，就一道而已，就一道，一点点。完全是练习直冲的地方，不过最后的着地，大车谁就着了，很丢脸，很不好意思，不知道。不过我真排队都摔倒了，排队就翻。我也摔了，我是往左倒啊，我是往右倒。10:30开始滑，我猜是10:30开始滑。谁啊？我们呢？不是10:50吗？哦，10:50开始滑。嗯。11:50过了一小时，现在快要到第二个小时。尿也尿完了。不尿再尿了啦。
我没有啊，我现在也没喝水，所以感觉现在属于稳定状态。好呀好呀，我就是现在在挣扎，到底到底是要吃汉堡排跟姜烧猪肉，还是吃汤咖喱？嗯，如果以接下来的伙食来讲的话，还是不要吃汤咖喱的好，因为那边好像没有汉堡排。新野，嗯，对啊，新野的话汤咖喱已经算是好吃的了，好吃啊，对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再去吃，意思就是说这样子就会重叠很多，搞不好新野要吃两次汤咖喱也不一定。那今天再吃的话就太多了，所以今天选汉堡拉面店吧。那你也才有一个拉面跟一个汤咖喱，那然后嘞，其他的又不大行。螃蟹，我只出去外面吃一餐。那也要他有存在的状况下可以吃。对，但是我记得我问过 Sherry， 他有跟我讲过名字，但是我忘记了。问，等一下问旅馆也知道，搞不好知道旅馆的时候就我们啊。已经又搬回来了吗？搬外面啊，啊外面能有几家店？搞不好就是他、啊。他就是那一个螃蟹店，他有餐吗？他有餐厅吗？有啊，一定是有餐厅的、啊。有好多人。哦，依照这个数量，我认为下面还在排队啊。没事，不要下去。我今天第一次看到那个、欸，那个折角板。这个是我吗？我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。没有，你的板没那么厚吧？你的板是两条，它这个是雪板。但是我觉得我刚出来的地方没有人出来过。你觉得是你吗？我小时候是滑的。你有这么厉害？不要太近哦，我出水的话。你说有人是我出去的，等他们走就可以了，他们都走了。我看，你都不买，我都不买。没有速度啊。就看你卡了很久，呵呵呵呵呵，好，走。你先。叫。
你要自己去，然后人家你撞了，靠！这是屁股有点大，但是没有，我脚还是被撞。大手，我小腿被撞。还穿雨衣耶，是这样吗？很像，很荧光哎。没有，那难道是？不知道去哪里买，好荧光啊！好的，我想想看，上次我们去，的确是还有点不足。上次去爬山，这白马冷到爆，那是要戴手套咯，而且要防水的，有够冷。这个人头上的一根粗棒棒，这样算就有人了。是啊，我检查，我手机有带。不要，你连这边都会觉得哦滑太快了，那边就会觉得更恐怖。不过好像也觉得好像滑够了，够了吗？有一点，就享受一下松懈啊，其实心也就没有了，没有的。尝一下左边啦，慢慢滑也好，就是慢不下来啊。你也觉得慢不下来啦？控制就滑一下嘛，就不一样的行。好，可以啊，我可以慢得下来，会比较用力，这样稍微费力一点。这是拿棒棒跳双雪的人，那是棒棒吗？不是，很小，拿在手上，好近哦。对，他可能是全脂肪往下来。突然动不了哦。对啊，只要习惯那个速度，其实可以一直连续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手上 OK 啊。OK 啊。我的有在拍啊。有啊。每次上来我都有看一下。真的。嗯。还是滑原来的就好了。那边，那边真的不知道能干嘛。中间那一段我知道原因了，就是它比较窄。下面变宽了，但是又蛮平的，也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然后有点陡啊。欸、最后那段我直冲，好不好？你有看我直冲吗？有啊，我觉得你太高就直冲，我觉得没有没有，那一点都不危险。我下面一点才直冲，一点都不危险、嗯。就在那边直冲，我觉得速度只是收瘦而已、欸，真的是不大行。哎呀，我都忘记开了。要开？欸、怎么开？我已经帮你开了。开 Snow UP。哦、oh, Yukiyama、oh, Yukiyama Snow Yuki 不对啊、想尿尿的话滑下去会只会先回车上，然后拖完鞋鞋开过去退票的时候才能尿尿。是你还要尿？我只是想到现在大概只有20%吧，20%，没有存量了。我就是已经感受到一点了，一点了、喔。好了，这里再滑两趟，接着滑到山下，就这样了。对啊，就这样了。没有什么留恋。还是我来开，我来开。
拍照。然后滑一次左边啊，记录一下滑过。我不要，那你去滑，我不要。那边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就至少多滑一条线。是吗？你说为了记录它而已。而且上面后来好像其实是分两条路，你一回头，树它有那个树的左边一条线，又树的右边一条线。被放到哪里去了？就是常找到那个。吊烧去的。嗯。嗯。又死掉了。我死快冷死了。真是。太冷了。哎呀，红红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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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刚刚的雪茄抽后一样小冰雪，哦，这时候才知道多什么呢？那ただいまお客様の安全確保のため運転としております。安全な指示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こらこらこら実は我听得那么大声因为他在那边好惨。南九ジャニーロマンスリクス運転します。動き出し入れ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。担心的是华夏山，你有看清楚？我知道在哪。你知道哈、哦？我之前就有在看说，嗯，那个地方好像可以。哦、一个玻璃的东西。哪里？圆球的东西。啊？我说待会要走的路旁边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一个玻璃圆球的，应该不是车厢吧？啊？有一个大东西在路边。啊？反正我知道了。好。走少一点。你不要，待会就停进那，不要停在那个禁止驻车那边。就是要停那。不是要停旁边一点点，不要停在那个牌子正前面。哦，你是说那里没有尿尿？那里没有人这样。那你要离开车。那我就停在三角锥那。对。这边是缆车站，嗯，这边 一整排禁止停车，嗯，这里有一堆三角锥，对，就是位置的地方，三角锥就是位置的地方，倒车可停，我是希望你可以去下面再尿，现在是没有急啊，但是我觉得我在换鞋的时候所以跟冷热有关吗？我现在又觉得好多了。怎样？就是好多了。是啊，我裤子要湿了。是啊。嗯。
今天就是再左右测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然后就下单。好啊，是啊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够了吗？随便了、啊、这样差不多是两点到下面。会这么慢吗？啊，左右各一次十分钟，二十分，然后滑到下面两点，一点半，嗯，一点半，两点，这样好啊，吃饭啊，大白天的开车，对啊，我就是很担心啊，我觉得还好，只是这样子会花比较久的时间。晚上的话，车速会更慢，就会开比较久一点。对啊，一般我更紧张，我要帮忙看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边可以滑，不要滑。这边可以滑，滑一次。啊？不会高，这边才高，那边不高。要等他们惩罚一这边比较宽的感觉。哇哈！看一下，对啊，比较宽一点，比刚那里好滑一点。好，走了。欸，河流注意。
市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刚刚跟在我后面的那群人还在讲话。哦，是啊，这是传错吗？他在发疯吧？他是插旗子还是拔旗子？不知道，他背着。嗯。然后那个像是河流，注意。哦。他要放什么？他要开心路吧。他有摔吗？有，呵呵，所以先摔一下，又摔一下，先摔一次，接着背，倒着滑，接着他现在很像卧佛，还是？这还是有危险的啊。我又不敢太跳，现在太胆小了，不敢太高冲。但是直直的反而，直直的反而不费力。站得稳啊。好，那这次滑最右边。就是滑右边，这好像没录到我们平常的。哦，好啊。你想滑右边啊？没有啊，那这边也 OK 啊。这边的话是还是滑这滑这么一条都去？不用了，不用。我的尿尿也在计算，不要加，不要加。你说这样子，其实我们才花了两小时不到。那我去尿个尿好了。要再滑的话，先尿个尿我就安心。一次而已。真的啊。你滑，然后我去尿。那我就直接滑下来的。对对对对。上去要跟你滑右边。哦，好啊。对。这样，好啊好啊。那我在哪里等你？在哪等啊？在厕所出来那边。我就不要穿鞋，我就不要下去了啊！什么叫不要下去？我就在滑，我怎么在厕所那边等？你不会再坐一次上来吗？会啊，但是我就高高的，我就去前面了。去前面？我不想要降到。降到那边啊？哦，厕所那边不是算比较低吗？那不然在缆车下来的地方，但是我厕所出来我就可以挥手，因为我会从厕所出来。这样，那你这样反而要等我。没差，我在那里等啊。所以今天还是汉堡排跟姜汁猪。是啊。对。哦。不需定位。那你还要吃他冰淇淋吗？那时候如果很温暖就吃，一定很温暖的啊，还不错吃啊。哦，你觉得？但是你吃冰淇淋，他会说呢，只限外带。什么意思？他的冰淇淋不是只能外带哦，还是那时候是超过时间，所以只能外带？是超过时间。哦，所以吃他就有两，我就跟你讲说，他有两种价钱，大概差个七八块而已。外带比较便宜，对啊，就税金。外带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？便宜吧。税金的差别是也是因为八趴跟十趴，有时候我们给他点的外带，我就不好意思又把它变成在店内喝，因为这样要谈他便宜。八趴跟十趴的差别，两趴。
脚趾开始冰了，又冰冰麻麻。还是这次就直接滑下去了？为什么变成直接下去了？因为我一来尿也没那么急，二来我觉得觉得可惜多滑，但是好像再怎么滑也就是这样而已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管它几小时，早知今天有滑大了，而且多滑了一些路线，而且松松的。好了，那就直接最右边，不，你中间滑。滑滑滑滑到下面去。我忘记我有开的是前天的吗？可是其实我有录到过。没差，录这边或那边有差吗？还好。你就是只要一趟下，然后就下去了。对啊，就下去了。这么急，你是在急什么？怎么突然间那么急？你真的很想尿尿？是说没有什么？就去尿尿啊你！没有很想啊。没有，因为我脚趾冰冰的。很难过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冰冰的还是麻麻的，我在那边动脚趾。我是冰冰的。我觉得又冰又麻。我脚筋啊。这个人出不来啊。卡住了，太深了。那他是怎么进去的？我都没有看到他的滑哎、欸。谁们？这个女生就没碰到吗？我看看，依照痕迹研究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不会是从左边吧？左边有可能啊，所以我在看痕迹。他就摔倒了。他这样子切到这边之后太厚，然后就这样，这一道，这一道，或者是说切进来之后没有动力，就倒了。搭车，走左边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哦，脚趾麻，脚趾麻，回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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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冷。啊，我在充电啊。我后退，我用看的，你看那边，我看萤幕，看不到，整个关起来了。他说 SD 卡 error。看吧。对啊，他神经啊。因为 SD 卡没有这时候 error 的。看去。投影一下，硬不起来。看了吗？看那边，好的，好的，可以录。好的，可以了。好了。哦，右手突然好冷，受不了。
休息啊，GoPro 怎么了吗？啊、你刚刚是站着很久。我刚在照相。哦，好。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 GoPro 怎么了？拍拍精致影片。哦，好。你说我想看，因为这样看的很不错。哦，好。
直走。这条路他不想再开了。不良野滑雪结束了，对吧？哎呀哎呀，不良野 over。但是有手套啊，比之前好。我是很惊，叫我要蹭掉。我要去拿那个。你不要。那你抓这个。我不要抓那个，我要去拿那个。我要去拿那个。什么？你要刷啊？对，我刚刚在讲。好吧。刷。那我那么快就把它抽出来。我这样抖一抖就抖掉很多啦。不要刷了，不要刷了，那个是盖子在刷，不要再刷，你就刷你的。哎，哦，毛卡住了。我就抖一抖就抖的差不多了啊，可以了吧？帮你抖过了。好了，抓起来了。本来这个开久了，东西飘进去。先放再说。关不起来，杠啦，叫屁呀！关得起来的，先等一下说。盖起来，盖起来。我上面停了，开不起来了。SD 卡还有吗？好了，不管了，你停了就刚好。我先关起来。好，要说上面就说。
不是啊，我是说后面啊，你刚刚想要刷这边，你要刷就刷，盖起来就刷。好了，可以。你可以停啊。哦，好。